会谈，你知道帮你撑一下。上集带啾啾吃完美食之后，现在马上要带他来挑战飞靶咯，究竟谁才是神射手呢？在开始体验的时候要帮我注意，他跑进要帮我朝外，不要朝我。我先体验这是散弹，可能20公尺、30公尺内击中是当场死亡的。我是不是跟你说，我们打的是散弹枪，真枪实弹？好，那等一下会装五颗子弹在里面。你要射他？不是，因为我的枪管会吵嘛。啊、哦，推过来一点。等一下我会喊开保险，把它按下去。关保险，千万手要出来外面，推回去。好，枪托轻轻的放上去，然后压住下来，那个肩窝这里。那我们连这边一个颧骨下缘，卡在这个枪托上。手稍微往内夹，那我们手不要摸到上面会烫。啊？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在移动的时候，我们跟着把上下移动。OK。那我们等一下前十发，好，都会先让你们练习固定的打。那前面五发一定是打不到的。这个怎么做呢？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可恶！好，对。哦，太快了吧！第一次打这个飞靶，他会非常兴奋。耶耶耶！那是哦耶，讲对了，耶我打中了。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耳塞戴起来，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。好，准心凸点对到就直接射击。好。撞到了啊！我没射到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一直看你的动作。所以我一定要压住它。对，要压住它，不然它会跳起来。哎，怎么可能？我五发中哦，我生气了。我都没中哎！哎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个怎么做呢？小屁呀，好生气！要上面一点是不是？对。我看不上有。好了，看后面有中。老师，你不要走。对，我还没下班，我不会走。我等下如果五发，只要我中一颗，哎，我真的请喝饮料，好不好？来，最外面。最外面那个，不行吧？我中了哎！好啊。啊！好，放手了，两发让你自己扶啊！啊！不行了，我试试看。好。哎呦呦喂！三杯，我去结账。好了，我放手。哦，好重。刚刚我们已经打完这个定点的飞靶了，感想怎么样？哎、欸，痛痛的。我以为我会全中，射手中你知道？就老师说不一样，我今天发现还真的不一样。好痛！老师问一下，我们飞靶会射几发？都剩15发。请15发，看看你可以中几发？5发吧。那我们在打飞靶的时候，靶会从下面飞上来，用身体的力量哈，靶枪提起来，好，准心只要有对到它，就开枪。很痛，看，滚，打，来，我眼泪掉下来了，真的很痛吗？有一点，嗯，怎么每次啾啾跟我拍片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如果说你这样滑的话，枪打会滑到这边，这就撞这一块，会滑掉。现在呢，我们是一人先打了5发，比数是1比1，这样子可以的。第二轮打算中几发？一发就。其实我也是，我现在都怀疑我应该回去保保险，你说肩膀这个意外险，加油。可以吗？
算的几率？应该吧。应该吧，是要不行啊，怎么可能？好。你怎么打到三八了？先去柜台，你叫他帮你喷一下激素冷却。好。我觉得太瘦的女生建议戴个垫肩。我五八都没打到哎，他怎么打到三八的？很猛哎！怎么你？我感觉我被嘲讽了。因为你比较瘦，所以他的那个这边可能是没肉的。刚才就跟大家讲，其实没那么容易受伤。你看他还好好的，我就说我十八号差不多了，十八号顶不住，顶不住。然后还有不要硬撑，刚好就问我说你行不行，但你知道我就是很倔强。应该吧？是要停了吗？不行啊！你问我行不行，我肯定行啊！老师，我是不是中比较多、啊？对，最厉害，对，最厉害。请你喝饮料哎，情感，差不多了，我不能说谎。还想贿赂教练啊？你跟我每次出来都受伤，然后都哭哎，爆哭，是不是没有下一次了？我很担心。我们没有下一次了，我现在都这样，我下一次这样，然后你推若一叫我去散步，下次来体验我们的沙滩车。对，我刚刚真想看到沙滩车哎。哥们，对耶。这个后坐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大就代表其实真枪应该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建议就是没事不要开枪，周边的是警察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然后帮我们的啾啾。